5月24号礼拜五，在桃园国际棒球场进行的兄弟象对上 Namigo Monkeys 桃园队的比赛，在前面五局打完了，有一个投手战的感觉出来了。现在双方在得分部分呢，都是在一局攻下了一分，但是2到5局啊都没有办法再攻下，再回到本垒老家得分了。所以到目前为止呢，五局打完，双方1-1的平手。到目前为止呢，其实兄弟象队打的4支安打不多，拉米狗呢更少，只有2支的安打，所以到目前为止两边投手的表现都不错。现在是中场一个整理场地的时间呢，刚刚拉米 girls 呢也有带来非常精彩的表演，我们现在就要请这场比赛的球评周东彩钟教练呢要来分析一下两支球队呢在前面五局的一个表现了。你好的，那前面五局的话，两位投手都是在这个第一局掉了一分了，然后进入第二局到第五局的投球呢，都有非常稳定的一些内容，所以我们分析一下雷利啊，在第一轮的时候，这个9个人次的打击当中呢，有3位打者打出安打啊，所以在张正伟的2垒安打，还有周世奇的德州安打，王正伟的一个中外的一个平飞安打，那进入第二轮的投球的话，就很优异了啊，就是只有被郭建宇打了一支德州安打之外，其他的都能够让打者出局。那曾松伟的一个部分啊，他第一局是先保送，然后这个过程当中这个郭修伟的游击方向的滚地球把余德龙送到2垒，中间还有一个补益，那林鸿玉的一个安打，所以分数追平。